就刚刚挂在顶上，我伫遐住。你是阮的掌上明珠，抱着轻轻看。看你多济，看你想哪，看你咧学行。看你会走，看你准时上边一大塔。这风吹拢总会飞，到底为什么？伊啊，春节无无。高先生，你。歹势歹势，想袂到你这口唱歌唱到这好听。哎呦，无啦无啦，我只是凊彩喊两句尔，哪有好听？你凊彩喊两句，哪天你若真真唱，真正就会当开演唱会啊！你可能讲生笑啊？哦，那我是讲真诶，你是为着要重新转去读大学做准备哦？系啊，啊，我有答应阮妈，等囡仔生了，就要转去读册，所以我咧准备转学考。转学考？啊，你蛮好啦，卡边以后搁碰到你较早的同学，我家己一个全新的开始。哦，对啊，你之前是读什么科系啊？企业管理。袂歹呢，这种科系有真侪公司需要这方面的人才，以后你若要找工课，嘛有真侪机会。啊，不过阮学的范围吼，伤过大，啊，而且拢是针对大部分企业共同有的管理问题，所以我顶头唔知影以后要做倒一道呢。哦，所以你就要伫咧大学的时阵啊，针对你有兴趣的职业，加强迄方面的专业知识啊。就参照啊，阮饭店业啊，相关的这饭店英文用语，要顾饭店啊、餐饮啊，要顾房务这方面的专业知识。以后你若是要跟人竞争，安尼你的优势较大。高先生，多谢你给我这么好的建议呢。俊轩，你打开视讯画面，我要看你。好啦，你的身体有好好无？有啦。那呢，我送回去，暗顿你敢有吃？我拢有吃。俊轩，你是安怎袂倒来找我？虽然我即马伫咧隔离，啊，不过你嘛会当住伫咧客房啊。我若是等伊住，你家己就爱关伫咧房间，你根本就无活动的空间啊。啊，你若是想要倒水，啊，你毋是真无方便。搁再讲啦，我搁爱上班呢，为着安全，你看啦，安尼我嘛无得过来看宝宝啊，对不？我看吼，啊是等你解除隔离了，我才回去，安尼较好啦。你有啥要紧，宝宝？你拢无烦恼我啊？哎，你着莫使性地啦，我呢是为着咱的宝宝好嘞。宝宝会当交予小鱼，还是交予妈照顾啊？我不管啦，我要你妈上顿来。奇怪，王小姐哪会大概卡来时机拢才拄好？敢那是我讲啥物话、做啥物代志，伊拢知影共款。是讲这高等饭店联盟要来台湾的消息，啊，你是安怎知影？因拢还袂公开。我嘛是听一个记者朋友甲我讲的，我拄仔才知影。啊，我想讲哦，你应该会关心这件代志，所以我们就打电话给你。俊山，你没有烦恼啦，这代志要交我来处理，我一定会查个一清二楚的。好，安尼真好。我正伫咧想讲啊，你无法度出门，媒体迄方面我嘛无事啊，佮毋知要去倒位探听消息。你哦，真正是我的贤内助，我无你真正袂用的。你知影就好，咱两个人哦，做伙做工过遮尔侪年啊，这默契哦，一样那是上好的啊。你讲，你倒一项代志，是我替你处理的。